我昨天大晚上的凌晨一点过吧，然后我就说我想出去走一走，然后我们就去了楼下街边走一走。我跟他两个人走在一起，他在那边一个人自言自语和自己吵起来了，你敢信吗？没有吵，他就在那里说，哎呦，这么大晚上的散步，然后他一下子跺了一个脚，这么大晚上的散步咋了嘛？我想几点散步就几点散步。像你妈闹鬼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凌晨那街上就我和他两个人，他自己和自己吵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是说谁大晚上的这么晚了一两点钟去散步呀，然后我一想关你屁事啊，我自己想怎么做散步，而且他跺脚关你屁事啊，老子想几点散步就几点散步。啊，他就接着往前走。不是，你不会真有精神分裂吧？啊，你才知道啊，我封给你看，要不要？他们说其实我是第二个你分裂出来的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可可这个。你妈分裂出来还这么胖吗？嗯，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你一个比我重的人，你有什么逼脸这么说？所以就是越分裂越大啊，然后你自己就会越来越瘦，你就多分裂几个嘛。我们都模糊了，因为后面还有个人啊。那岂不是更大？对呀，你明天就瘦了，他走了。哎呀，你赶紧走行不行？我去哪里？你回家吧。不是，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吗？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我能报警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为什么每天都过得这么快乐？其实我的心里也并不快乐。你没有什么伤心事吗？你就不能想一点伤心的事情伤感一下吗？我一想到伤心事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为什么要想伤心事让自己伤心呢？这个事情已经够伤心了，我还要让他更伤心吗？那就不想了。所以你最近有什么伤心事吗？有啊，有伤心的事情。哦，快说出来给我听听。就是我的菲菲心脏不好，还特别感动。那天他吃了药，睡觉的时候昏昏欲睡的，在说胡话。我就听见他说：“可可，你快吃螃蟹，快点，你最喜欢吃螃蟹了。可可，你自己快去把它吃掉。”我就吃掉了。你趁我发病偷吃我螃蟹？不是，是你叫我吃的。你都知道是胡话了。哇、哦，我很感动，我就含泪把它吃了两个。还有的吧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哭死，梦话都想让朋友吃。真的，我当时可感动了。我本来是想等他睡觉，我走的，我又坐在旁边守了他一会儿，太感动了，因为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还好有你照顾我，不然你早就好了。一个月就能好的病情，和我一待两个月没好。